嗨，你好，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印加果油所做成的这个手工重心皂。很多个人可能已经没有在用肥皂了，可能用了肥皂觉得皮肤会比较干燥，会比较容易发痒，或者是觉得皮肤好像卡住，包括好像不能呼吸，觉得不舒服的情形，所以已经不用肥皂了。所以并不是肥皂的问题，可能在选择肥皂那个时刻，可能大家还没听过这个重心皂的关系。因为我们皮肤的酸碱度的话是 5.5 呢是偏酸性一点点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皮肤要偏酸性呢？因为在酸性情况之下，细菌才不会感染，才能杀菌这个情形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用的肥皂太过碱性，可能是11、12、13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的酸碱度的话是从1到14，气是我们所讲的中心， OK， 低过气的就是碱，我们讲的酸性，超过气都是碱，越大的号码就越碱了，所以是11、12的，这些是超碱性的。所以如果你皮肤是弱酸，一下用太过碱的话，它可能会让皮肤变成碱性去这个情形，这样子呢，你那层保护层就给它去掉了，所以皮肤就变成容易干燥痒，过后容易敏感起来这个情形。所以如果我们在选择肥皂那个时刻，要选择比较中性为主的，就是说它不是超我们讲的碱性，比较中性，比较靠近气的话，你的皮肤的感觉都比较我们想讲舒服很多，同时适合任何身体的皮肤，不管的是头皮也好，脸部也好，都可以使用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我们想讲的重心皂。第二点就是讲到肥皂的话，就要讲它的原料了。肥皂最基本的原料就是超过 50% 用在里面的话，都是用到油，有油才可以皂化。所以你用的油的品质会定下来你的肥皂的那个品质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大致上在工厂级的肥皂都用的油的话都是比较低级的，就是那种氧化掉的已经可能臭油味的这个情形的油，因为它不是刺激体内，所以呢它的标准会比较低，所以很多工厂就会用这样的油，因为本钱比较低来制造。所以这样子制造出来的肥皂的话，虽然价钱很便宜了，可以这样子说，但是用在皮肤你就觉得它很不舒服，特别是洗完过后的话，你会觉得有一层东西卡在你的毛孔的，整个身体会热烫烫，感觉好像洗完澡还会觉得整个身体很热很热的情形。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低级的油的话卡在你的毛孔里面，长期累积会导致很多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会出现。所以呢，在用肥皂那个时刻，你要搞清楚它用的油是什么油。在我们的印加果这个重心皂系列里面，我们用的油的话就是食品级的印加果油，意思说我们用这个油在制造肥皂的话，这既可以刺激体内的，它是食品级的，所以食品级的 Omega 369在印加果油里面就特别高。 Omega 369有什么好呢？对皮肤，用在皮肤的话，它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皮肤滋润而已，还可以做很好的笑脸的动作。所以我们三大系列的我们所讲的重心皂的话，都是用食品级的印加果油来做最基本的原料。过后我们这个重心皂有三个款式，每个款式的话里面都是用这个科技，就是 CAT 体验的科技。什么是 CAT 呢？就是细胞活化学的这个科技方式来体验营养成分。因为三种类型的我们的肥皂都是有用到别的成分在里面，这些成分都需要体验它里面营养价值出来，才可以放进去肥皂里面，效果才会很强。
体验方式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所讲的，通过这个方式的话，里面这个成分的营养价值可以全部把它体验出来，就像这个短片里面你所看到这个情形，可以一一把它营养价值体验出来。当我们放在肥皂，当你使用那个时刻，这些营养才能渗透去皮肤里面，才达到那个效果。所以呢，你可能会察觉到外面市场可能有肥皂，同样用的原料都一样的，都是有这个成分的，但是为什么用起来没有这个效果呢？因为它只留在你皮肤表层，不能渗透。但是要渗透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产品，你就看到它用到这个 CAT 体验的方式，细胞活化学的方式体验出来。所以当你用在皮肤身上的时刻，这些营养成分都可以深深渗透进去皮肤里面，才产生最好的效果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中心香系列，我们的印加果种子油中心香系列有什么呢？我们最后的系列，在我们的这个中心香的有这个粉红色的系列，你就看得到它是有加了我们说的洛神花。洛神花的话，它是非常高我们说的维生素 C 的，天然情况之下非常高。通过我们的 CAT 的这个体验方式的话，可以把它所有的这些营养价值，特别是维生素 C 可以体验出来，给我加进去肥皂里面。在你使用那个时刻的话，你就看得到它是会给你很大帮助咯。所以它一盒里面有三块，每一块是 90g。 OK， 所以它的功能是最主要是把洛神花的营养价值直接渗透去皮肤里面，给你皮肤多一点维他命 C。 有多一点维他命 C 在皮肤里面会有什么效果呢？第一，它会刺激我们皮肤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，所以皮肤会比较滑嫩的感觉，用摸下去会比较嫩嫩弹弹的感觉，过后呢又不会干燥，锁水功能会特别特别好。过后呢，第二的话就是维他命 C 保留在皮肤里面，它会有这个美白的功能，所以呢使用完过后呢，它有个自然天然的美白的功效。